因为上次美乐蒂没收到生日礼物，不开心啊，所以准备做一个美乐蒂永生花送她。首先第一步，把花花剪下来，然后涂上热熔胶，贴上小花花，重复这个动作100遍。美乐蒂身体完成了，再贴上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美乐蒂永生花做好了，不知道她喜不喜欢。开始打包，这不和网上680的一模一样？写上悄悄话，贴上我和美乐蒂的小秘密，带上永生花，美乐蒂出发安吉了。4小时后闪现安吉，布置下给美乐蒂个惊喜。看那美乐蒂蒙着眼睛出来了。哇，图图宝贝，你来看我啦！这个是给我的吗？它和我一样大耶，和大美乐蒂贴贴。谢谢图图宝贝，你果然没有骗我，看我的生日礼物可比黑头套的大呢，它的才那么一丢丢。还有，这是我给你做的永生花，可比库洛米的用心呢。还有呢，这是给你准备的小蛋糕，快许愿吹蜡烛吧。我可太幸福了。还没完，美乐蒂给，这是给你的贺卡。天哪，怎么还有？嘻嘻，我要给黑头套炫耀，太感动了，我的图图宝贝，来贴贴，我一辈子都和你好。妈妈，快来给我们拍合照，我要给里面的黑头套看呢。再亲亲我的大美乐蒂，拜拜了哟，谢谢宝贝给我来过生日，么么哒。